Hello，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Nibbles 的新的 calendar 磁铁的这个月历。那它来的时候呢，其实只有一半大小啦，就是折起来，然后塑胶袋放在里面这样子的，所以非常轻便，你不会觉得收到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呢，这里又有超过50个磁性的这个小的 piece，然后有很多一些内容，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做什么样的组合，有月份、星期几。日期，然后你想要吃什么？小朋友想要吃什么？然后今天的心情怎么样？然后很多图案可以这样子移来移去的，可以训练他们每天去做一些小东西哈。那来的时候呢，这个是你要自己 pop out 的这个磁铁的这个小的东西，这是 foam 的材质，所以是比较摸起来真的是软软的，蛮舒服的哈。然后原来是来的时候它是折起来的。你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上面有小洞，所以你可以就是牵线或者是钉子在里面。牵线可能比较容易坏啊，就是用钉子的话会比较好。然后你可以放在桌上也可以，因为它很平，所以很平的话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放一个东西在桌上好像就是你可以拿一块那种塑胶的软的，就还可以把它盖起来哈，就像桌垫这样子也很好。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很多贴的地方，所以呢，像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有这个书中的人物跟他们一起陪伴，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这一套才14.99，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购买或团购哦。谢谢大家。